接着做一些简单的练习。第一个是问你谁可以溶解油脂，这个是碱的通性，碱所谓的摸起来有滑腻感，尝起来有涩味，能够溶解脂肪跟油类，所以我要挑的是碱。那这边呢，谁是碱呢？就是氧化钠溶于水会变成氢氧化钠，是碱性的，是强碱，所以我们答案就选 B， 就是考碱的通性。啊，请问你下列何者错误？这也是在问碱的通性，然后谁是对的，谁是错的？好，你觉得谁是错的 ？OK， 停车站借问。这个是女生十二号，十二，谁错？谁？啊 ？C。碱可以溶解脂肪油的，刚刚讲过了。碱性水溶液会使红色变蓝，对，所有碱都有氢氧根，对。碳酸钙产生二氧化碳酸，碳酸盐加烯酸产生二氧化碳，所以猪是酸的性质，不是碱的性质，所以猪是错的。那请问你谁会变红色？那分红变红色什么性？我讲过，基本上很少人会问分红，基本上是没人问过分红。可是你要晓得一下，分红成红色什么性，就挑那个就可以了。男生，三一 ，A， 请坐。分红成红色是碱性的，食盐是食盐水是中性的，乙酸酸性的，乙醇就酒精，不是电解质，也是中性的，所以只有氨氨水是碱性的，所以我们答案就选的就是 A。OK。例题六，科辛钠，谁是科辛钠？氢氧化钠，因为有腐蚀性，所以叫做科辛钠。问你何者错误？因为它是碱性的，所以它会使水试纸会变成蓝色。它溶于水会放热，具有腐蚀性，所以 A、B、C 都是对的，所以只有 C 是错的。氢氧化钠在空气中会吸收二氧化碳跟水汽潮解，这跟你讲过，所以你要背下来。所以答案选的是 C。OK。啊，请问你氢氧化钠溶于水如何呢？氢氧化钠溶于水如何呢？可爱小女生，女生叫做十五号有吗？班上有十五号吗？有。听不见。猪，你选猪吗？选四吗？选四，请坐。你选猪。氢氧化钠溶于水放热，氢氧化钠有腐蚀性，氢氧化钠水电解质，所以可以导电。对，它在溶于水出来的是钠离子跟氢氧根，氢氧根啊，不是钠跟 OH， 是钠离子跟氢氧根，所以猪是错的。最后，氨的性质，氨的性质就是所谓的常见的碱的性质，要你背的东西。OK， 帅哥男，帅哥男是谁啊？帅哥男叫做二十一号，二一，你选的答案叫猪，你坐。氨的性质，氨是有味道的，氨有比空气轻，对，可是它是有味道的。然后它极易溶于水，所以不可以用排水机器把它收集。然后它溶于水变氢氧化氨，有氢氧根，所以是碱性，然后可以做尿素，是对的。所以我们答案选猪。以上就是跟各位做一些简单的关于碱的练习，一个通性背好，第二个各个碱的性质把它记下来就可以了。